好的，欢迎来到岸边子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宪，他是阿明，我们今天来拍一个一周挑战，就是这个企划。这一周呢，会约七个朋友带我去吃平民小吃。啊，那你怎么会拍我呢？因为我不是你的朋友啊。你在哭，你在哭，他在哭，他在哭。好，怎么这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但是我想先问一下，你会从头到尾都吃完吧？是我只是要证明说我会吃啊，如果我真的你不会吃啊，你就不会吃啊，所以你拍这个计划你就必须得吃啊。要拍吗？还要拍吗？会为难自己一个礼拜啊。我今天就要证明我身体可以抗拒了，有诅咒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次的一周挑战马上开始 ，Let's go。我们现在来到的这家餐厅呢，信山南路上的，反正就是隐逸餐厅。因为我非常了解曹县是一个非常讨厌吃河菜的人，所以我今天就选了这家隐逸餐厅。家乡鱼翅饺感觉很好吃哎，酸菜肚片汤哦，超好喝。腐衣汤是什么啊？腐烂的腐哎，哇哦！我跟你讲，霸掌那支影片下面，他就是有一堆人在骂他，然后他还气到直接留言回复他。我没有生气，我是觉得大家都有各自喜欢吃的东西。但是虽然我不喜欢吃，我也没有说它不好吃，但就是我不喜欢。对啊，你原本预想我今天会带你吃什么？其实我是希望你带我去吃夜市牛排。夜市牛排你真的吃过了，好无聊哦。当我看那么多人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完蛋完蛋了。他等下带我去吃什么板豆？哎，完蛋了，板豆就是我最怕，我最怕这个旋转桌子。我总要过敏。紫色粉红。他刚在录之前他说，不要那个就是佛跳墙就好。那个里面有些东西也要吃，超过分。不要讲那些东西，还会剪掉。好，来吧，我们第一道菜凉拌，它是双拼凉拌，然后我们沾一点醋。OK， 我跟大家讲。不要，我不了解，赶快吃，我不想知道，超死了，娘死了，一直讲。各位，我最怕那种东西。享受，没有很难。但我再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会怕的，因为其实我很怕吃。这个菜这么多话到底什么意思？直接跟他讲，我很怕吃冷盘。你明明就很爱吃生鱼片。怎么样都在打自己。现在要吃的这道是炸鳝鱼。你想夹一个最小块的是吗？哎呦，你好烦啊！为什么你都要这样子？你不夹最贵就好了，想死他。好，炸鳝鱼。这不错。那你再吃一口吗？不用。三口啊，一道三口。看屁哦！不是，这吃这连续吃很腻，这很甜呐、啊。我就不信，等一下关机之后你还会吃。我会。很想要喝的是虾仁炒饭，你也会吃，所以我们就从这锅汤开始吧。不是，先从旁边把汤最后吧。看起来很好喝哎。我们要有杏鲍菇、芦笋，还有猪肉。你在逼我？没有，我慢慢来啦。你不要！你是什么迟缓？你是怎样？你是速懒是不是啊？做事情怎么那么慢啊？不是，这也是我害怕的。谁在乎？不要啰嗦，好娘，赶快。可以吧？我觉得很好吃哎。不会不好喝啊？是好吃的吧？不好吃啊。不是，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抗拒。不要啰嗦，好娘，赶快。好了，各位，现在我已经吃完我一般来讲我不敢吃的东西了，就是刚刚的是一个烧肉、醉鸡，然后还有这碗汤。那我现在就要开始吃我平常会吃的东西，就像小笼包啊，或是这些甜点啊，或者这个。赶快吃！竟然前面给我盯了这么肉肉长，真的是一天要录七天呢，这些都拍进去了，为什么还要再重新做一个总结？你是什么历史老师还是地理老师啊？好烦啊，娘死了！ Yeah. 好了，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我们的汤马士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们今天来到的是这个乐华夜市。对，我们在地人的永和人的夜市。现在吃了这一家乐华夜市里面三鲜羹，还有这个台南米糕。对，那就是在桌上这两样。对，我必须说还好。这些东西我都给你还可以哦，我又没有这我们一个好的夜市怎么会有乱七八糟？没有好的、啊。对，但是这个米糕我以为是黑色的颜色，这样。南部就是散的米糕，然后会放那个鱼松跟放肉燥这样。那、啊、北部的我们就是吃档案米糕啦。对对对对。就是它跟老板跟瓜吉很像，
瓜吉的禁忌是炸的东西不能放在汤里，所以他很讨厌排骨酥面。其实我可以，因为这个其实里面有炸的那个嘛，那个土托鱼，我超爱吃土托鱼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所以我觉得 OK。那个天母人竟然会吃土托鱼，我也是惊讶。是不是？大家不要再说我不吃什么小吃了，干！但我觉得好的是，它旁边放的这个黄瓜，很赞。因为这个东西比较重咸，然后吃的黄瓜它有点解腻。对，没错。三鲜羹里面是土托鱼、花枝羹跟虾仁羹。我以为汤是甜的，它还是咸的。我们是台北，又不是台南，所以它只有米糕是台南的，然后羹就是台北的。羹是台北，是不是？对对，我怎么知道？你从小知道吧？我怎么知道？就好吃嘛。那我觉得这家我完全没问题。我们等一下去看看汤马士，等一下要带我吃什么。第二道是什么？建华夜市最有名的青木瓜沙拉，大概也已经快十几年有了。我刚刚看到排队人真的超级超级多。今天算少，我今天算少，今天算少。那这家比较特别，它会放四季豆，然后鱼露，然后很多番茄，还有虾米。哦，其实是很辣的。他刚刚说小辣，给我点微辣。微辣对我而言就太辣了，但是好吃的，因为很清爽。那家真的特好吃哎。嗯，我觉得阿明跟燕燕应该会喜欢。我觉得算。那个女孩子应该会很爱。嗯太味，刚好辣。好，刚刚呢，因为辣到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决定来吃冰。Yeah. 然后这家冰店呢，也是汤马推荐的。50年了，好。那汤马，你这边你是推荐的什么？我都吃粉圆诶，它的粉圆很好吃。它在世界还没有开始流行珍珠的时候，就开始有珍珠了。然后我吃的是豆花汤圆花生冰。好甜，好胖，好爽，好爽，好爽，真的很爽。我敢这样点。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评价，因为冰就是好吃，就是爽。好了，各位，今天我们已经差不多完食了。今天汤马士带我吃的东西，我觉得都蛮好吃的，不管是刚刚那个米糕，或是后来那个叫什么青木瓜沙拉，虽然是小辣，但我觉得 OK。那最后再来这个一个甜点鸭底，完美，完美。好了，那我们明天见了。好了，明天再跟他吃什么？拜拜，拜拜。好的，今天我们的来宾呢是我们的妮妮卢。那我先问，是平民美食是平价平还是贫民窟的贫？是平价的哦，真的哦，贫民窟的贫，我要得罪家人，我要得罪多少人？好啦，那我们第一道呢，就是吃这个烤肉串嘛。它比较单纯，就是牛肉、羊肉、鸡肉、猪肉四种，红色是牛肉，好，所以红色是我自己最喜欢的。里面好吃哎，最好吃的。你他妈你笑，他等一下就会丢给我吃了。好，因为牛肉不错，我们换一个味道。哇塞，你这个人，我吃完，就吃完 ，OK 的。然后它有羊肉，你先闻一下啦，闻一下它的香味。没有，因为它上面有很多孜然，所以味道都被盖掉。我觉得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。但我没有想到你会吃这种东西，因为它也是一个小千金。但我知道他很喜欢吃重口味的东西。你还记得？他会吃盐，对吧？盐巴很好吃。对，你会吃盐，对不对？他也是路演的时候拿出一包盐在吃，我以为他在嗑药。他蛮好吃的，就是买一串那样拿着吃的时候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我都买十串，然后整包直接吃掉。好，然后他还那么瘦，我真的搞不懂。但我不喝含糖饮料什么的。哦，那可能是因为我就是要喝含糖饮料。好啦，说到饮料，我们待会要去买饮料吧。耶、yeah, ，我的挚爱，但是因为我知道缠绵他的肚脐。没事，叫什么都可以。大师，血血边，他的新名字叫血血边。我知道他之前就是好像是不太喜欢喝那个西瓜汁，因为怕肚子不舒服。对，所以我们就喝柳橙汁。马上喝一口，速喝。哦，这个很 OK， 因为现在天气很热、嗯，然后走到夜市里面喝一个这个凉的，然后是清爽没有负担的，而且它没加冰块，没加水，完全没问题。好啦，我们现在要来吃什么？这是凉圆，以前只有红豆跟绿豆，但是呢、哦、这一家呢还有多一个哈密瓜跟草莓，有一种化学哈密瓜味，真的是化学。好，那你再吃一下草莓的，很怪，你会发现一个草莓棒的东西放在里面，然后再一个传统的食物。但实际上红豆跟绿豆你应该是喜欢的。红豆我很喜欢，绿豆我吃下绿豆。好，我这个正常多了。这两个真的是什么歪道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给小朋友吃吧，里面像塞牙膏。好啦，这是你的家轴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是，就是饶河街夜市应该算是最有名的几样东西。基本上呢就是简单的这个臭豆腐。这家是我爸妈会喜欢来吃的。先吃这个脆皮的，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，我很喜欢把脆皮臭豆腐放到冷掉冰箱之后，隔天再微波吃，我觉得那种软的、咸咸的感觉很爽。到底是什么怪人？好吃吗？
好吃啊，但就是一般的臭豆腐啊，就一般好吃的臭豆腐，一般好吃的臭豆腐。大家都不要再误会了，后面脏脏乱乱的，我还是在吃。人家说我是什么少爷病了，好，快喝吧。他其实是不想再吃了，我会吃完，靠杯啊。不吃完我们也不会怎么样啊。对啊，我已经习惯吃你吃剩下的东西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会吃完，我会吃完，这一周我都会吃完，好吗？不用强迫自己假装啦，我没有强迫自己，没有讲，没有在 C 的、啊。哦，还是你这个毛片要给哪个女生看，所以你不一定要。然后呢？我能跟你一起过苦日子。我没有要跟大家过苦日子，你错了。哦，你还在拍哦？不行，我没有跟大家过苦日子的啊，我就是要过我自己的日子，证明我有吃哦，好吧。好吃耶，我帮你把这个皮吃掉。直接抢我东西吃耶！它是最那个边边那个脆脆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小朋友哎，我操，那个最爽的。对啊，真的好对不起耶。好啦，整体下，我觉得今天这一餐，我觉得很棒，而且也没有我不敢吃的东西，但是也吃到一些我平常不吃的东西。好，那就感谢我们的田路啦。好的，今天来到了这个Danny 和我们的奇哥啦。那这家店是 Danny 推荐嘛？没错没错，这家我超推，但是我发觉没有很多人知道，是因为他太早就卖完了，一点以前保证没有，然后他就收了，就休息了。这是你从小吃到大的吗？对，因为我其实住这附近，然后我看他是从门口的摊贩哦，到租这个店面，到听说现在好像是买下这个店。OK OK， 那一定是有实力。我必须说这家的凉面店，它其实品相蛮多的。对，它有凉面，然后有蛋，然后有汤，还有豆浆，还有豆浆。对，这算是蛮完整的。那我们先吃吃看，但因为里面就是变比较挤，所以我们中间先不讲话，因为现在的疫情比较严重。对，我们就用我们的这个吃的表情来表现到底好不好吃啊 ？OK OK， 好不好？还是经得起考验。OK。阿信，我跟你讲，蛋很好吃，蛋一定要吃。好，赶快吃蛋，干掉。好的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吃完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哪一样最好吃。几个人先？蛋，我的吗？对，你的。我的是。没有，我觉得一定是凉面呐。哦。对，而且我每次吃都已经吃大量。对。但我不加辣，然后他们有加，因为他们说加辣的味道更重。对，我觉得。味道比较层次感比较多一点，我认同 Danny 说的，因为我刚一开始吃的时候，我是先用吃原味的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味道对我也有点小淡，我就加一点小小的辣的酱，没错，然后下去味道就会变更重一点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。再加上因为它有饮料，我就觉得蛮 OK， 就是豆浆搭配这个凉面，我觉得完全没问题。啊，那我们今天还是感谢我们的奇哥跟我们的 Danny， OK， 感谢。好，各位，这才是我们正常的。欢迎回到天母日程，只要有我们这个奇出来，我们基本上就是先星巴克起跳，没错，一定是星巴克起跳。好了，我跟大家说一下哦，今天我们是一大早，然后是我们的金鱼脑，我要带你去吃这家新安街的四海豆浆。进来是四海豆浆，等一下要有请你帮我点餐哦。哦，你要帮我点哦。好了。等一下，我要卫生纸，我要卫生纸。哦，好，过敏了，对平民美食过敏。全部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欧姆蛋。所以我要先从欧姆蛋开始吃吗？可以。看，它的那个起司。它里面是有起司的。对啊。哦，看起来很邪恶哎。原味就很好吃了，这很 OK。早上吃起来超饱，超饱的。你加辣了吗？我没有加辣。你要加辣。好辣，好辣。来。怎样？你加起来这个，你要喂我吃是？你要不要吃？会暴动哦，会暴动。没事，那还你。你不是最常拍这种系列的吗？但我不是每一集都在拍，都要女来宾喂我吃东西。我想说，这好像是没有，这个系列很健康。你说那些不健康吗？那么抓，不用那么强烈。太重口味了。那你吃吃看这个。就咸豆浆啊。这个很赞。那这种要怎么吃？咸豆浆其实我平常不吃的。为什么？好了，我们知道原因了。因为它酸酸的呢。对，它就是有那个啊，那个叫什么醋？它有醋。加醋，然后加麻油，这是它的精髓，然后加一点葱，完美。我不吃。还有那个脆脆的那个油条。啊，谢谢。
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吃的差不多了。好，阿金，你觉得最好吃哪一个？啊，都欧姆蛋啊。欧姆蛋。对啊。就是觉得欧姆蛋最好吃。欧姆蛋跟咸豆浆。OK， 我觉得欧姆蛋很不错，豆浆也很好喝。嗯。我觉得这样很 OK。怎么了？我可以喝吗？你可以喝啊。你可以喝啊。当然他自己喝不关我事哦，不要在那边瞎搞我。哎，午安。午安，你今天要带我吃什么？河肉河粉吗？还是阿肉河粉？河内河粉，唯独书可怜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全部食物已经到了，你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有什么东西好了。八宝春卷。OK， 八宝春卷。很复杂的春卷。啊，这个是他们招牌生牛肉河粉、青木瓜丝，然后好像上面是鸡肉吧。这一碗，我说真的，我真的要尝试看看，毕竟。这个我妈也真的很爱，她每一次都在吃，然后我每一次都拒绝她，但这个好难夹，这个面很滑，很滑哎、欸，好像活的、哦。好 ，OK， 我先吃这样子。黄袍扫的哎、欸，故意的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先吃看好不好吃哦，我先吃看。哎、欸，是好吃的，就牛肉汤而已啊。清淡。对，清淡的牛肉汤而已。这个青木瓜，我也是不害怕的。这个也是好吃的，因为它有加花生粉，我超爱。普通不加花生粉的吧？有加花生粉完全变我的菜。对，各位，这就是我说的混乱和复杂，里面有一堆不知道的东西。哦，我觉得不难吃，但就是我不喜欢的东西，很像糯米肠那样的感觉。哦。嗯，装了一堆东西，你也不知道到底在吃什么。嗯，因为我也很喜欢糯米肠。记得你有下来带我去吃什么鹅肉。你超爱吃一个鹅肉，在西门店。鹅肉米粉啊，对，在西门店。哦、很好吃啊。我不吃鹅肉，我就哦。这应该也是老店。对，我就哦。不过，我觉得这个超级好吃。嗯。这个超级好吃。嗯。然后这个也超级好吃。然后这个我不予置评。那我整理一下，我觉得很 OK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先继续吃，因为他饿了。那换我。对，我们吃完再做一个简单的结尾。好，就这样。OK。好，我们今天最后一天是小梅跟恩熙俊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完全没有要来推荐什么东西，我是要来蹭饭吃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现在要来吃我们这个这一顿晚餐。你想，我想先看你吃鹅肉。我这个东西是第一个确定他不吃的，对对吧？你先吃鹅肉，我想看你先吃鹅肉，好吧？你试试看。好，这样，那我也不太确定为什么人不吃鹅肉，就是鹅肉就是肉就是肉吗？就是肉、啊。那我就觉得他们好像不是拿来吃的。哦，嗯。什么意思？那他们拿来干嘛？你小时候你家务农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就会觉得他们像不是拿来吃，他们好像是某一种小动物。好，没关系，不要说那么多，马上吃。你妈吃的鹅肉感觉跟吃什么鲱鱼罐头一样，娘死了！我觉得我吃一块就好了。心里味道真多哎，来个干吧。哦，这个味道好重啊。不会很香哎，但猪味很重哎。没有，这是干味。哦，这煎猪肝好好吃哦。这是干味，很香哎。嗯，好吃。还要赶快配面，大肠来吧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这是真的，这出去吃宵夜很难不点这一道、欸。有钱人在点的，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吃。好，我必须说真的，这真的是我第一次吃大肠。好吃啊，这家是好吃的。其实味道没什么问题，口感没什么问题，就像吃个橡皮筋那种感觉。但这东西是好吃的吗？吃的。是好吃的，是可以吃的，汉堡超多。对，我今天算是挑战算很成功了。没有，我觉得没有成功。真正有成功的，应该就是要说，哦，天哪，原来台湾小吃这么好吃，我以后愿意没有不要再吃这么多牛排，我要多吃一点。对，边肉很好吃哦。那今天如果要选出一个你最害怕的，我一开始心中最害怕的是大肠，但吃完以后我最害怕的是。鹅肉，看鹅肉就是肉啊，对，就是肉啊，就是肉啊。那是身体有点抗拒这个肉。我可以补充一点吗？可以。你现在发色长得也像渣男。好了，各位，那么这次的一周挑战就算结束啦。说真的啊，这个一周挑战可能对一般人来讲不算什么挑战。我在这边再强调一次，这次吃的东西如果有看起来我吃的不是那么好吃的话，那绝对不是东西不好吃，绝对是我自己的问题。那如果要说好吃的话，就 Mandy 带我吃的牛肉河粉，其实跟我想象中完全味道不同哎，就有点像是真的就是我们平常吃的牛肉面，但它比较偏甜，因为它里面有洋葱的味道。好，那么这次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那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分享出去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
大家都很认真的在吃。嗯。你少一面，你刚刚没有在动筷子。你看我的醉鸡。醉鸡没有，我刚放着让它。让它醉一下。啊，我跟你讲，那个相机一关之后，它筷子就再也没有举起来过了，完全没有。也是啦，也是。哎，这个人你看他又在那给我发呆。我你叫几个？七个。我叫六个。哎，你叫几个？不好说。十六个。不好说。不是，你自己有叫那么多？不好说。就我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嘛，他们就开始有一些约会的对象，每天晚上视讯啊，然后聊天啊，很开心啊，这样，然后觉得哇，小姐们，你们哪来的时间啊？他就是想要在家里约会就好了，就是他觉得那个过程很烦，要到家里那个过程。所以你都是把人家约来家里睡的，要睡可以来我家，我不去别人家的。